问赵州禅师点解达摩祖师会嚟中国啊？咁啊，赵州禅师佢就答：庭前柏树子。咁而家我问大家个公案啊，庭前柏树子系点解咧？呢个庭前柏树子俾我哋世人好大嘅鼓励，就系、如果我哋每个人都似一棵柏树，无论我哋喺呢个大地。任何一个环境，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我们做好我们的职责呢，其实某程度呢，我们都修行着呢达摩祖师给我们的启发，他来中国教我们呢，都是叫我们做好我们的职责，不要有比较，不要有个我在这里，只是去做。多谢大家。